我叫十八号，是一个电脑人。今天我一上线就接到了非常讨厌的任务，扮成玩家双排。哎，我既不能被发现是电脑人，又不能随便打倒其他的玩家，真是太难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排到的是谁吧。我去，侦探汤姆，又是这个家伙。虽然实力很强，但老是找我要物资，这次可得躲远一点。十八号站住。啊，在喊我？难不成被发现了吗？我不是十八号，我是普通的路人。路人个鬼啊！快帮我把这个厕所的物资调满，我要三级头、三级甲、三级。不行，那都是空投物资，我们电脑人可调不出来。那就两级的，再给我整点步枪、饮料啥的，搞快点，搞快点。不行不行，你这是作弊行为，小心我封你的号。哟，那我就告诉电脑人老大，你上次用手雷炸玩家的事情，看看咱俩到底谁会被。不行不行，你千万别说，要不下个月的工资都没了，我给你变就是了。好了吧，都在这儿了，肯定够你用，千万不要让老大知道这件事。没问题，既然变出了物资，我就放过你吃鸡去喽。哼，既然用炸玩家的事情威胁我，今天一定要阻止汤姆吃鸡，先尾随一下，看看这家伙想干什么。居然在摆放诱饵，看来是想钓鱼啊。不过这附近根本没地方躲，只能去屋子里了吧。嗯，怎么跳到树上去了？我晕。哼，反正不管是谁，我都要阻止他吃鸡啊。有其他的玩家来了，可不能让他得逞，看我的。嘿嘿，发现我了吗？这样一来，你就肯定会被玩家发现，没办法钓到鱼了啊！我怎么死了？我去，果然好人没好报。